아, 신인 사제 건강에 영향을 미치고. 안징 그냥 붙여오네. 안징 치고. 观世音菩萨像，南净平柳枝，甘露，那啥甘露，有开光给你。前天的台风有出过事情，后来附近的南边那个慈安宫的庙公啊，余先生很好心的去，还建议那个新的院长白院长说。要慈悲叫宝贝啦，慈悲叫宝贝，慈悲叫请示观世音菩萨像，观世音菩萨要原地复位，他值三圣杯，结果又值了三圣杯，然后原地复位。那个台风来了，前面那两个瓷器啊，那个插香那个瓷器。会不会被台风吹掉了？可能有连住吧，有固定住吗？哦，以前这个陶像，小朋友那个男的女的，金童玉女吗？金童玉女是中国式的，这个小朋友陶像是西洋式的。本来这个陶像是在这个草坪，是在那个草坪，后来，哦，把它放到这里来了。可能有用胶，可能有用胶把它粘住吧，不然被台风吹掉了。陶瓷器的坏掉不要随便丢弃，用那个石膏，用石膏来补啊。